怎么你看我加好多水？嗯，再那么多，好，太多了嘛。咋子？你咋写的质量那么多嘞？我姐跟我讲的。太多了吧？多。嗯。还大。快快。多你不行哦，牙块口袋装的好多。啊？嘿。哎嘿。看。哟、啊，你这帮狗屎，又遭你骗了。怎么走了？你真的想把口袋打满下？来喽！哎呀，哎呀，我们回去怎么骑啊？这怎么骑？哎，我们用嘴巴骑可以没？我肯嘛先用嘴巴骑。快走，给他给我了。你快学了。哎呀，我们有豆子嘛。快走，给他给。哎呀。跑什么了？碰！啊！这就装那么帅，你咋回事啊？还是等到天了有你的。哎，这个要跑来着，肯定天了。对的也是啊，没了。走，你就挨着山的背后上。还是山？你上去嘞？以前我觉得山后面是海哦。啊。后头我上去砍柴的时候，看到后面山后面还是山，一望无际的山。你吃过挨着山？看柴。奇怪，我还去捡个菌子。怎么你饿没？饿的了，但是我现在想上个厕所。你是死了再钻出来了是？哪边？怎么你饿好了再上来帮忙？好。主任，帮忙嘛！啊，小伙子，我学皮，小狼货。啊，只有你敢学个嘞？我准备帮他塞起。塞起干嘛？起啊，塞起干嘛？我还没起过来塞呢。大的拿来塞嘛，小的就拿来勾起。哎，你今天比我改的多多了。这。做太难了，天都黑了，瞌睡来了，还没学完。瞌睡了，起过了，起身了。看，家没得瞌睡啊，马上学好了。够了，拿出去啊！走，快点，我摆好了，来了，来，开起。哎，就你搞那么大一碗白汤给我吃，钱来可以用的。你哪样？等下就晓得了。在，我来尝试这个蘸白汤的吃面，还可以。帅。嗯，可以，真可以，太爽了。那你快给我包起啊。刷了汤，第一层，第二层，这多刷了汤的好吃的，多刷的，嗯，有的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。哎，怎么？啊，小芳啥个？啊，没是翠翠啦？哦，唱错了，唱错了，重新唱。村里有个姑娘叫翠翠，长得好看又漂亮。小心啊，你家睡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晚上要是听到我的歌声，一定可以做美梦的。你笑了笑。就，嗯，到时候可以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喊我嘞。要得，你没得出跑啊。到时候吃不到莫怪我。太爽了，这个。嗯。起来，好，风起来了，走，再来。
再吃。谁昨天那个羊头子啊？啊？谁来喊我？头。这都可以了，我收了啊。好。接着吃呗。好吃啊，三天三天的，有点像那个，那个山楂片一样。我也三个。你吃啊。东妈，东妈。快上去羊头干。再不来我吃完了。快点！他们吃完了没？还没。你跟人打冷呼呼嘞？对吧？嗯。你知道我给你讲你打的没？嗯。多吧。我都还没打完。黑的。啊？那我打一杯装成慢点嘞，是不是在偷吃了？是的，昨天晒死的嘛。姐，嗯、这一关就拿给你同事送一下。好。我给他们吃一下。他们这关送你了哎。来，要的。那、啊、我就拿这些乖。啊，乖乖是我的，这记好嘛，你讲乖乖是我的。